然后看一下这里哦，他说 ABC 三个数字成等差，那三个数字的等差中心项是8，而且三个数字的平方和式是242，那公差是为正数，求公差是多少？来，这题老师直接来哈，有三个数字成等差，那他题目告诉我说，三个数字的等差中间项是几？8，所以说我直接去假设，因为三个数字的中间是几？8嘛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假设，后面这个叫八加珠，前面叫八减珠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之后三个数字的平方和，这样行不行？把这三个数字抓起来，平方相加，行不行？加起来总和是几？242，行不行？所以说把这八减珠的平方，加上八的平方，加上八加珠的平方是几？242。所以把它乘开好不好？告诉我 A 加 B 平方乘开是几 ？A 平方。减起 2AB 加上 B 平方，加上8的平方是几？ 64， 这样行不行？再加上，这也是一样， A 加 B 平方是几？ A 平方加上 2AB 加上珠平方，加起来242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写到这边时你观察一下好不好？这边是减16珠，这边加16珠，可不可以相消？可以，那其中珠平方加珠平方是几珠平方？2珠平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这个珠平方加珠平方是2珠平方，对吧哈？把这边64加64加64加起来是几？192。题目说等于几？242，行不行？把192移过来减192，所以2珠平方是几？50。所以说算出来珠平方是几？25，珠平方是25，可见珠就是几？正负5。题目说公差取什么数？正数，所以珠就是几？5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